主料鸡翅根400克，辅料黑胡椒、迭香、罗勒、小茴香、橄榄油、生抽、葱、姜、蒜、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鸡翅根洗干净晾干水，用叉子在表面扎口或表面划开几道口子也可以。姜、葱、蒜切好和鸡翅根混合，加入适量的橄榄油、盐、生抽，撒上适量的黑胡椒、迭香、罗勒、小茴香，搅拌均匀，腌过夜，放入冰箱冷藏，烤箱200度预热10分钟，托盘铺锡纸190度烤箱中层，鸡翅根放烤架上烤35到40分钟，途中打开刷腌制2到3次，并且翻面，取出烤好鸡翅根，稍微摊凉，撒上葱丝装饰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